闪房电测试，金立电子八合一闪房电测试，房电测试在微调最小的时候可以闪过房电，然后分数仍然会跳。发射器已紧贴，感应天线，没有触动警报，然后穿透测试一样会亮，黄电子器没有触动。然后机台测试看会不会跳，一样会跳，只是说比较慢一点。这个位置跳比较快，这个位置也可以，没有声音，在前道旁边比较没有声音。然后我把它调到最调大一点，它会触动警报。没有警报器场合可以调大一点，桌上调大一点。好，八合一房电警报器发射。好，侦测到了，侦测。好，这样力量就很大了。它具有闪房电的功能，我现在把它调小，调小一点，调小，看它会不会侦测到。来。靠近天线，没有触动。靠近发射，靠近发射，没有触动。穿透测试可以，那个跳温测试一样会跳，在微调至最小状态下。好。